想再见你一面。耽误你们那么多时间，其实一般来讲，啊，你趁我喝酒的时间去唱歌，不是啊？你趁我唱歌的时间去刮酒，来，接下来，还是给美丽的阿令，是丽鸟，阿令是啊不，是泰国人，真的吗？阿令是我的偶像。在泰国跟大家一模一样，整跟大家一样的。
他是我们泰国的 superstar。学习一下，我告诉你，黄品源也是我的偶像。哦，这样子。哎、好啦，谢谢小薇。谢谢大家啊、哦！谢谢大家。